台中市长卢秀燕在今天选在沙鹿举办造势活动，其实四年前他也在这个运石九球场举行过晚会。卢秀燕感谢说：“谢谢大家在四年前他不被看好，最辛苦的时候愿意支持他。他当选三年多以来努力的实践他支持者的承诺，未来也希望可以再为市民打拼四年，打造一个更好的台中。”而原定今天到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因为班机的延误无法准时到场，不过他也送上了最真切的祝福。 今日是秀燕啊，竞选市长的年龄，第二场的造势晚会，大家会今日亲身来到，我秀燕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四年前，我嘛在这所在捌举办过晚会，当时我甲乡亲承诺，我若有机会做市长，我一定做一个好市长，我会认真建设。 四年前，我徛这所在，海山咱遮所有长辈时段，甲秀燕支持，甲秀燕开心，我才有机会做市长。也因此，饮水思源，家人一嘴爱，报人一道。卢秀燕若有机会继续服务，我一定搁较认真做一个好市长。但是拜托大家爱继续支持，卢秀燕感恩。四年以前，在我一无所有。 上辛苦的时阵，大家甲我帮忙，甲我支持，互我下当有机会来做台湾第二大城市的市长。我若有机会，我会更加认真，因为台中好，台湾才会好，对不对？市民好，台湾才会好，对不对？最后哈，再次感谢今日大家亲身来到。 这个所在，甲秀燕、甲姐姐、李长、甲议员徛台，替阮加油打气。我们一定会努力认真的做。以来秀燕再次为甲大家强调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市长。今天虽然没有办法到现场，但是我一定要为卢秀燕加油。我们最强的母鸡，最好的市长，最好的妈妈市长来加油。我们力挺卢秀燕，卢秀燕高票连任。 台黄鲍鱼干贝XO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、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 ，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。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享有折扣哦。